廿幾日啦，廿幾日嚟啊！一個月啦，係啦，開咗好耐啦，係啊，越開越開心。係啊，開到唔想收工。係啊，好耐未試過，好想翻工。未試係啦，未試過撞到個劇係。係啊。真係唔想收工嘅。係啊，想翻工。諗住同個 P 講，喂，有冇通過先啊？有通過咁樣。咩事咁開心啊？係咯。好融洽啊，成個團隊。係啊。四個小朋友又開心啦。係啊。我哋好開心，認識呢班後生仔女。Era 真係。原來真的不要看他們年輕，真的他們個個很有心，很勤力，真的很勤力。我有聽他們的歌的。是啊，有聽歌啊。Yeah! 不明白他們說什麼，他們有時候說的。很明白，是啊。不是，你要提醒，通到的。通到的。你拍攝的時候要提醒自己，不要讓他們牽走了自己的角色。嗯。就是他們很，很，他們只要一直困，每天又有些，啊，吃啊，喝啊，他們的粉絲經常很support的。應援啊。是啊。孫軒啊，孫軒都係一個應援嚟噶，佢成日都帶好多嘢翻嚟嘅。零食啫，我啲係。TVB 有冇揾你翻去拍劇？暫時冇，咁我諗如果有啱嘅，佢揾嚟睇咪做咯。而家拍嘢係求開心咯，係啱啊，真係啊。係啊，劇本好，對手好，成個拍攝過程 enjoy， 係啦。咁啊夠啦。收視就唔係我哋控制範圍，咁起碼做咗前半先啦。咁邀請你哋對口無線。不是的，即我們沒有想這些的，即純粹真的大家有一個好的劇本，一些好的對手，我就會讓他做。我會留意下樓上車做。有啊，好好啊，阿聰做得好好好好。會不會有點可惜啊？不知道怎麼說，都想做的，是的，但希望有個真的合適的，那個男主角去做，怎麼知道阿聰做得好好好。好中意佢呢個角色。但係古仔同你嗰陣時個古仔入係一樣㗎，一樣係一樣㗎，一樣㗎，係啊係，少少變動啦咁樣樣啦。但係佢話我開嗰日工，我從來冇開過工，從來冇開過一日，合約都未簽過，簽過未？合約都未簽，做完都未做，係前期即係話準備埋位咁樣樣，唔知點解會出咗去傳一日。但係唔緊要啦，佢哋而家咁成功，我都特別開心。希望有機會我都同佢哋呢個團隊再合作，真係。緣分，係啊，有啲係啦，緣分未到啦，真係係咯。